走出红树林捷运站，哇，抬头一望，这里每一户啊都是可以远眺山和海无敌景观的地标性建筑。其实呢，这里就很像是香港的浅水湾，这里是红树林的富人湾区。目前红树林富人湾区每坪实价登录行情已站稳六字头，但近期有一个建案汤泉红树林，步行红树林站八分钟，祭出市场震撼总价730万起，还加码装潢，轻松就与富人湾豪宅平起平坐。两站就近北市，房价现省北投士林一半，更坐拥山河海美景，绝对是捷运信义淡水线上最超值首选。副总，现在房价很高，很多年轻人都哀鸿遍野，那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会推出这种市场的破盘价。我想我们集团来讲的话，也知道说现在大台北地区买房不易，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回馈的心，希望能够帮助消费者能够简单的成家，所以我们特别选在这个汤泉红树林。像汤泉啊，你们在建筑上面有什么特色吗？我们非常喜欢做这个大型社区的开发，土地越大呢，它能够做的一个建筑上面的规划能够做到最完善，不管是这个建案本身，你的留设的这个绿地面积就会多，那么你的室内的一个休闲面积跟空间的一个规划，跟这个休闲设施的规划都可以比较多样性，比较多元化，基本上你在家里其实不用出门，真的是一应俱全。台北空气品质最好的地方就是淡水，加上有76公顷的一个红树林保育区，堪称城市之肺，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座健康城市。我们建案走路到红树林捷运站及红树林轻轨站，双捷运的条件走路只要10分钟。社区内还有一块约2000坪左右的一个社区花园，临近着原生森林保育区。好的环境更应该要有好的建筑规划。本案楼高22层楼，又在制高点，所以可以看得到山和海的一个景观条件，媲美豪宅级的空中景观泳池、温泉泡汤区、交易厅、KTV 等多项休闲设施一应俱全。红树林甚至比附近中古大楼还要便宜，但是我们是新建筑，结构安全、防疫养生、度假公社、石材装潢都是跟盖豪宅一样用心。很多年轻家庭都很认同这样子的一个产品，都在抢购2房跟3房。房贷利率1.3%，史上最低。随着通货膨胀，物价猛涨，房价上升是大势所趋。在买比租划算的价格，就在红树林可以买捷运淡水信义线的双捷运宅。首购族不要再帮房东养房子，拿房租存自己的房子，除了享受山水美景，更享受房价的增值效益。